是说打疫苗不重要，打疫苗重要，但是你去做那个打疫苗的志工，跟你去告诉人要明理，要是天象，是不是？传法，对吧？传福音嘛，是不是？是哪个重要？脑袋要清楚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啊，你自己智慧真的，上礼拜不讲吗？参悟参悟要参悟啊，你不参悟怎么会有智慧呢？那一直做，哦，你认为对的事，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？千万不要搞错方向，尤其你是超马学员，你更要得要搞清楚，孰重孰轻。